那你还不来停？可能会跟他的关系。没有，你就进去走两圈就可以啦，然后你就可以再走出来，又不一定要买东西。是。你就进去说，哦，50万了，好像那就走出来这样。你就说他50万了，太便宜了吧？才50万啊，那算了吧。我本来想要买个1亿的，怎么有吗？1亿，是1亿。这里没有卖这么贵的、啊，这里没有1亿吗？这个彩蛋多闹哦。我觉得它会撞墙。那我觉得看起来像滑板场吧，那不像残障坡道。滑板场都长这样。